拢怪了遮尔啊久，毋知影 David 调查到安怎？我感觉无遐尼简单，我若是隐隐哦，我一定封闭。珊珊，你莫甲伊讲到遮尔啊歹。我自细汉就熟悉伊啊，伊甲我同款，有啥就讲啥。伊毋是迄款遮尔啊有心机的人啦。李嫂，人拢是会大汉的。会当不偏不倚、正直长大的人无遐尼济，我是感觉伊已经毋是你想的迄款人啊。伊毋是歹人啦，变那是家己上自过，你着知。那是照我来看哦，伊就是自私啦。李嫂，伊就是利用你对伊的信任骗你几落届呢？伊连你拢骗啊！免讲阮家哦，我是甲伊自细汉做伙耍到大汉啊，我真了解伊。你若真正相信，哪会头对你的后壁？你就是想要知影伊甲大爷藏伫倒。像伊款行为的人，就是有心机。暴露一个人行踪，甲超过伊甲伊藏起来是无共的。拢是互人找袂到，有啥物无共？哦，好啊啦！恁两个吼，莫卡袂着，就伫遐搭嘴过。愈是这时阵。咱一家人都爱愈应该团结。阿嬷，歹势啦，我后过再注意。阿诺，找到志明哥无？无，你搁伫遐食三明治排啦？嗯，你这样那样那样，我食鸡排敢有犯法？是无犯法啦，啊，不过你无看到，教员这尔啊艰苦，阮这尔啊着急，你是位警察，你应该想办法安顿阮这个老百姓啊，啊，不过你无，干哪搁在食？做警察敢唔免食饭？我做神哦。David， 你敢甲即马拢还袂食？阿妈，我为着要找志明。我透早就出门，无时间食饭，一直到拄只，真正枵到要昏去啊！就凊彩买一块鸡排来食。歹势，你着坐落来好好食，我另外叫厨房煮面互你食，好不？多谢阿妈。阿妈讲，坐落来食啊。林珊珊，你即摆是咧创啥 ？David 啊，我是为你好。你安尼巴肚空空，食遮尼油的物件，容易胃胀气。我甲讲你，不但营养不均衡，甚至常常消化不良，也是便秘掉了。就算是安尼，你慢慢讲话遐尼大声啊！就侪人拢会拄到即款的问题啦，尤其是做你即道的，搁较侪。迄嘛是无大代志啊！无法度，来，你啉这试看麦。这是？这是即阵啊上夯的防爆奶茶，这内底有添加膳食纤维，增加饱足感，促进代谢，搭配运动可以维持健康的身材。是的哦，我对我的身材真有自信。哼哼，无要干那顾外表，体内环保嘛爱顾。莫过来听我讲啦，啉一嘴看麦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过我啉茶，无关系，交过恁的。嘿，好啉呢。你看，我著跟你讲，无试看麦，你哪会知？这奶茶呢有世界五大专利，另外当补充饮用，早上甲下午茶时各冲一包，喝啉个方便。不过这奶茶茶味，感觉我这个茶味同款的颜色哩。这是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，所以你会当放心啉，和你大概啉完哦，拢感觉足满足的。尤其是适合你这种三餐外食，搁无常常运动的人。拢什么时阵？你哪会讲这啊？我先没收。
哎，丽嫂，你拄才才开一盒吧，莫想要趁这个机会拗啦。这盒我要给 David。来 ，David， 我你以后莫跟我白吃。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阿妈，是的啊，我真正腰骨冻袂调啊。不要紧啊，啊你啉落去有较好无？有啊，奶茶啉完有较好啊。虽然无找到志明，不过我怀疑是这夏莹在变鬼，而且这查某人背后一定有人甲伊斗杂啊。无可能是阮爸哦，而且拄则阿嬷嘛已经甲阮爸讲清楚啊。我认为哦，若真正有人甲因斗相共，一定是其他的人。啊，若无，就是因因爸爸。因因爸爸是啥啊？也是你认捌伊对无？因个爸爸毋是普通的人，伊做代志拢很低调。若是讲。我是空军保营的千金，咱的英就是哦，空船就的绝对千金。这下海啊，你若笑开哦，绝对比李瑟你搁较笑一百倍。哎，你的甜点好就改这种 style 好无？英英的家世安怎无重要？咱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我都唔相信下家真正会当欺天瞒地。阿嬤，你說得很好的。志明的下落，明明是夏瑩最清楚，伊煞堅持講伊不知影。我嘛無法度用阮警察迄套來對付伊，真正歹處理啊。既然安尼，咱更加免去放过伊一条线索，所以办法只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我实在无想要行到这步，啊，不过看起来嘛只有安尼啊。何莹莹搬入来这厝住，喂，爸妈，佳云，我知影安尼是委屈你，阿妈也刚才要问你，你有同意还是无同意？这件代志嘛只有你有同意的权利。阿嬤，我真正唔知影，佳云，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这间厝的风水啊，拢是住大房甲二房的，啊，若无就是二婚。你看志文甲蔡奴，咪是结两摆婚啊？那到时阵哦，莹莹真正变成志明哥的二房，那真正是安尼，对佳云真正想过残忍嘛？丽嫂。你为拄食到即卖，讲到上吊就是即句话啦。大嫂，即卖莹莹有大兄的囡仔，你甲大兄阁是遐尼忍心的人。拄食李嫂讲遐的话，嘛真有考虑。即个代志你定好好考虑，敢真正是要让莹莹大一摆。虽然我真愿意替志明做任何代志，啊，不过我还是要考虑到小王子。阿妈，你给我考虑一下吧。阿妈知影这决定对你有偌困难，搁再讲你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，你再好好想看卖。阿妈，我陪你出去行行。我嘛要去，就只因一个人，静一静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安尼，我嘛先来，等我一下。